好，那开始之前一样，我们三声佛号啊。那你所在的地方方便合掌三声佛号的话，那你就合掌三声佛号。如果不方便的话，在心里面意念佛陀就可以了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周日下午好。那今天开始之前，我们一样大概有10分钟的静心的练习。今天的静心练习呢，我想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根管灯。感恩有关系的观想啊，感恩。所以待会在调心的部分，你可以试着在我的引导底下呢，去试着去观想啊。那当然，在最后的部分呢，我也会留大概1分钟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让你自己呢进行这个观想，看你想感恩什么。那首先一样调身啊，自己的坐的姿态啊，不管是坐在椅子上，还是坐在地上啊，注意一下自己的坐的姿势，尽量不要弯腰驼背。如果把自己的这个背部拉直的话，同样也不要太强迫自己啊，处在放松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是坐在椅子上的话，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脚是平放在地板上。那调身过后呢，就是调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做大概3次的深呼吸，用心做观想。第一个，我们可以感恩的，就是此时此刻的自己还能够呼吸。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外在的一些事情而乱了自己的阵脚，乱了自己的心，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呼吸，常说，当我们的呼吸还在的时候，很多时候，再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还有呼吸，再困难的事情，都能够有办法处理的。所以，首先感恩的是，我们还能够呼吸，感恩自己能够呼吸，同时也希望一切有情众生也能够好好的呼吸，希望一切有情众生也能够珍惜和觉察到自己的呼吸，我想，在这个新冠肺炎肆虐的这个2年里面，我们大家都深刻的感受到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肺，
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疫情，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呼吸系统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还能够很正常的呼吸的这个当下，记得要好好的感恩，感恩自己还能够呼吸，感恩一切有情众生，希望他们也能够好好的呼吸。第二个我们可以感恩的就是我们还能够看，我们还能够听，尤其比如说我们在上这个网课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荧幕上的这些讲义，这些资料，我们还能够看，你能够听到每一个阅读人的分享，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他们读出这些内容的声音，我们能够看，我们能够听，我们要感恩，感恩自己能够看，感恩自己能够听，所以借这个机会，也祝福一切有情众生能够有觉知的看，能够好好的看，能够有觉知的听，好好的听。第三，感恩自己的意识到现在还是很清楚的，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清楚听到我们聆听的内容，所以要感恩自己到现在整个意识没有模糊，你的意识还很清晰，还很清楚，还能够分辨善恶，还有清楚的觉知，这个要感恩。所以同样也祝福一切有情众生能够清清楚楚的觉知，能够清清楚楚的感知。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留给大家自行观想你想感恩的事物。我想你们想感恩的事物呢，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自己的某一些事情，都可以。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面，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你想感恩什么？把你所感恩的之后也用来祝福一切有情众生。接下来的一分钟就留给大家。
管你感恩的是人、是事、是物，完成了你的感恩的这一份心念以后，用它来祝福一切有情众生。如果你感恩的是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你就祝福一切有情众生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感恩有一件事情让你学习成长，那么你就祝福有情众生都能够透过一些事情学习成长。做完这些祝福以后，把心回到呼吸上，3次的深呼吸，然后再把心放到你的手指头上，轻轻地动一动每一根手指。然后再搓热我们的手掌。如果你的手掌是放在膝盖上，那你就用你的手掌搓热你的膝盖。如果你是解手印的话，你可以搓热你的双掌，然后用搓热的双掌按摩你想按摩的身体的部位，然后才慢慢的张开眼睛。所以今天我们练习的一个静心方法呢，就是配合这一个感恩的念想，透过感恩自己身心上具备的这样子的一个观想念想。用来祝福一切有情众生，它其实也是一种慈悲观。当你懂得感恩自己、珍惜自己的时候，你是在对自己慈悲。当你把自己所具备的，在分享给一切有情众生的时候，你是对一切有情众生慈悲。所以，这个感恩的观想可以。平常大家自己也可以在静坐的时候呢进行，它不是很难。在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感恩的观想里面呢，同时配合祝福，就这样子呢，我们也做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所以静坐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呢？一样啊，我们在开始我们的读书会之前呢，上个星期的一些课堂上的内容啊，我们来温故知新啊，同样是设置了一些是非题给大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大悲咒的出处。大悲咒是出自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问是对还是错？大悲咒出自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问是对还是错？好。已经有一半的人回答了，好，答案是对的啊，答案是对的，它是出自于这部经啊。那么，如果说你上个星期没有参与到我们的读书会啊，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的一些内容呢，已经挂在网络上了啊，挂在 YouTube 上了啊，大家可以再重新听。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是问到这样子的，在经里面哈，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呢，当时呢，普贤王菩萨发现了大光明相，他就很好奇，从坐而起的问佛。诶，到底究竟是谁修行有成就，而演放了这一个大神力，出现这个大光明相？请问是对还是错呢？当时是不是普贤王菩萨发现了这个大光明相？如果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来讲。如果你没有参与上个星期的课，可能你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了。好，已经有一半的人回答了，答案是错的，答案是错的，对的答案是什么？我可以不可以请现场的一个同学举手回答一下，对的答案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到底对的答案是什么？有吗？好，来，颜慧，来，你来回答，对的答案是什么？那是观世音菩萨。是谁发现了那个光明像呢？真正？哦，糟糕，我忘记哈哈，没关系，没关系，你。还记得是谁吗？我好像忘记，只是知道不是普贤王菩萨。对，不是普贤王菩萨哦。还没有其有没有其他人想要试着回答？好，也会想到了是吗？也会举手是想到了吗？对不起，师傅，我操作错误了。好，好，James，来，James，你回答。是总持王菩萨吧？对对对，总持王菩萨，谢谢你，非常好哈。好，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关于三修陀罗尼门。观音菩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修无量陀罗尼法门，令众生得究竟安乐。请问是对还是错？他这边提到说，观音菩萨修无量陀罗尼法门，让众生得究竟安乐。也因为修这个无量陀罗尼门，所以呢成就大慈大悲。请问是对还是错呢？好，有一半的人回答了，答案是对的啊，答案是对的。那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什么叫做陀罗尼法门。陀罗尼法门，这个我们在上个星期的内容里面呢有提到了。好，第四个问题，陀罗尼是什么？陀罗尼被翻译为总持，然后呢，共分有四类，四种不同的陀罗尼，也就是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修这陀罗尼法门呢，可以断恶修善，这句话对吗？修陀罗尼，这四种陀罗尼能帮我们断恶修善，请问对吗？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不管是哪一个陀罗尼法门，只要你修到入心的话，能够断恶修善，其实是对的。好，所以有些人呢。
有些人透过闻法，法陀罗尼也叫做闻陀罗尼嘛，有些人透过闻法来断恶修善，有些人是掌握义理、啊、或者是看到真相、啊、忍、啊、看到这个世间的真相而断恶修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不是很了解佛法在讲什么，不过呢他透过持咒然后呢克制了自己的恶法，然后断恶修善，所以也有人修咒陀罗尼断恶修善的。好，最后再来一题哈，最后一题讲到大悲咒的功德啊，根据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外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说法，持大悲咒能得十二种善法，请问是对还是错？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说法，他提到大悲咒能得十二种善法，请问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呢？同样的这一题呢，如果你上个星期有参与的话、那么一般上呢你会回答这一题、如果你没有参与的话呢，可能你 只能够猜了、到底是对还是错、好，已经有一半的人回答了，非常不错、答案是错的、答案是错的。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请举手、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不是十二种，那是几种呢？有没有人能够举手告诉我？好，来，心静法师，请回答。是十五种。十五种、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那这些问题呢， 即便你答错、也不要太伤心、这个是温故知新，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上个星期呢到底上了些什么，学了些什么、那我来请心静法师来读这一段好吗？接下来这篇文章的这一段、然后呢待会我们就请美君来谈这一段、心静法师，等一下啊，可以可以，慢慢来。都从观音菩萨身像那边起是吧？对，观音菩萨的身像、因为我们上次就这一段开始还没有读嘛，希望今天能够把这篇文章读完、观音菩萨的身像究竟是男是女？一般人总不免这样的疑问做。其实谁类现身，当然可以有男相，有女相。不过大菩萨相说都是大丈夫相，唐代以前的观音也总是大丈夫相的。华严经也说勇猛大丈夫夫观自在，勇猛丈夫观自在、好，来美君来谈一谈这一段、是师父，同学们下午好、我们来把关键词先拉出来、关键词、疑问，我选择疑问。 OK， 很好，选择疑问、然后谁类现身，水雷先生，最后一个是大丈夫像，大丈夫像，好，来谈一谈你的理解关于这段。我选择疑问是，因为一般人就是，一般人是指世间的人，一般世间的人一直怀疑。一直有这个疑问说到底观音菩萨是男生还是是女生，你有没有这样疑问？以前没有，因为
自我所看到的观音像是你的，所以我没有这个疑问。但自从我读了经书之后，有读经书我才知道现大丈夫像，现种种的大丈夫像。嗯，或者是有些同学他们曾经去过敦煌石窟啊，那么他们看到当时唐朝的这个观音菩萨的画像，怎么会有胡子的？所以有些人会看过这个有胡子的观音菩萨过后呢，他就可能会有一些疑问说，哎，到底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师父，因为我只是早年前我就知道，因为我经过一些印度庙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个女像，我看到全部都是男像，然后就像刚才师父说的，怎么会有胡须？是我有看到那个墙壁上的那个画像是有这胡须吧，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尊佛的像。然后我的认知是我看到的都是女像，观音是成女像。好，所以导师怎么回答呢？导师怎么说呢？是因为有了这个疑问，然后老师这边有指出说，其实观音菩萨的现身像是水类现身的，观世音菩萨是水类现身，他有时候可以现男像，现男生男像，有时候可以现女像。只是他之所以有会现男像跟女像呢，就看他哪一个人，哪一个世人或是那个众生需要帮助的，他就现那个像。这个叫做随类现身啊，这个叫做随类。如果需要帮忙的，如果需要帮忙的这一类的众生啊，如果需要帮忙的这一类众生呢？他如果是一个童男，比如说他是一个男童，就是小男孩，观音菩萨可能会现男相来帮这一个小孩，有可能啊，所以就会随众生的类别来现身，是随类现身。然后呢，这边有经书里面有说，大致上全部大 一部分的菩萨呢都是现大丈夫像的。这里大丈夫像是指的是男子汉可以用一个男子汉的那个形象来呈现的。就是比较庄严，比较严肃。比较严肃的那种威严的那个面相来呈现的。然后在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说，勇猛丈夫观自在，就是讲的是这个大丈夫像。观世音菩萨呈现这个威严的这个丈夫像。是师父哈。你的分享就到这边是吗？这师父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其实大丈夫像哈，大丈夫像，你虽然刚才用的是想到是这个什么呢？有这个什么男生啊，你是把它讲成男生啊，男像啊。那么可能有些女众啊，可能有女众会觉得说，不是很赞同啊，因为。有些女众也很能够担当，有些女众也很勇猛，也很自在，有这个担当力，所以呢，大丈夫像呢，真正在经里面谈到大丈夫像的时候呢，要记得要跳脱男像女像的概念，这样明白为是吗？真正不管已经不管是生理上 不再从生理上去谈了，不从生理上去谈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而是从心理上，大丈夫应该是从心理上去谈。心理上讲到的大丈夫像呢，就是不管你是男众还是女众，你能够有勇猛力，你有担当力，你能够就是承担这个众生的苦
哦，愿意站出来帮忙，这个不管男生女生的，只要你有这种担当力，心理上愿意承担，你都可以成就这个大丈夫像。所以这边讲说大菩萨像，哦，真正成就大菩萨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再是从生理上去说男还是女了，哦，然后他们都在心理上呢有广大勇猛精进的承担力，所以呢就称他们为大丈夫。所有大菩萨呢都总是大丈夫像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可以理解了，很清楚，师父。对，就是这个师父讲得很清楚，感恩。好，嗯，来，下一段呢，就请你再来读一下下一段，然后呢，我们就请丽文来谈下一段的内容哈。啊，好的，嗯，然而观音菩萨的特殊表格是大慈大悲，约这个意义说，他的应化，一方面是内在的悲心启发。一方面是哪一类的友情苦痛多，菩萨的现身应化就多。观世音在人类中的应化现你身的较多，这是有两个意义的。一，你中的苦难从古代以来一直多挂了男人。二，你中内心的特性是持忍柔和，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既是爱，你众的心里慈爱却是超过了男人，如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女爱，深重一切，无微不至，父亲对儿女就没有那样深重一切的了。好，谢谢你，师父。啊，谢谢。哎，我们请丽文哈，丽文。好，师父祝福你，听到吗？听到。哦，好。这段比较长一点，你可以三个到五个关键词都可以哈。好，谢谢师父。我是想第一个是特殊表德。特殊表德。第二个是那个因身化的那个一二三四的两个意义的那个现你身的那个。啊，对，就是菩萨的现身应化就多，那个现身应化就多 ，OK，嗯，现身应化就多。嗯，再下来的就是那个，你众的心理，我也想做那个你众的心理。就是你众的心理 ，OK， 对，你众的心理。好，这个是最特别的的表达就是。大慈大悲咯，这个意义来说就是他以这个大慈大悲的那个应化，在一方面是在内在的悲心激发出来的，那另外一种类呢就是友情在苦痛多的时候呢，菩萨就他就现身应化就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两种，他在那个大慈大悲的计划下来啊，他就会表现出这两种现象。那观世音菩萨在人类中的应化呢，现你身的就比较多咯，因为这个有两个意义咯。第一就是我们这些很多女众的苦难就比较多，从古代以来呢就一直是多过男人的。那么第二种你就的内心的那个特性呢，它本来就是比较慈忍柔和，比较慈忍柔和，所以它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呢，就都是以一个爱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女众的心理呢就是慈爱确实超过了 男人，所以就好像一个母亲这样对于自己的儿女的爱，啊，她很深重的，她很精确的，无微不至的，所以她都对他们都很关爱，就是要保护他们就对了。这个父亲呢，这个也是都就是说父亲也是对那个 儿女们就没有那么深重的殷切的了，
但是还是跟母亲比起来了，跟母亲比起来，对，这个，尤其以前古代的社会了哈，古代的社会里面呢，还比较传统的古代社会里面呢，就是男生可能都到外面去打猎啊，去耕田啊，然后母亲就留在家里带小孩，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呢，所以变成了很自然的，在爱孩子方面呢，就可能看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母亲会大过于这个父亲，是的，对，然后现在的社会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呢，特别宠孩子，男生女生可能都特别爱孩子，那也可能是两方两，就是男生女生都在外面工作，所以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较少，所以呢也特别的会宠爱了一点点，对，那如果现在你已经讲了，其实你讲得很好了，我们就大家一起也来思考一下，如果以后有人问你们，哎，说，哎，你们拜观音菩萨哦，怎么观音菩萨都是女像的，现女像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是男像的，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菩萨这个观音菩萨这么多是女像的？那你会用你的话回答，你会怎么回答呢？是的，你这里看了很多都是菩萨现女身像，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的妈妈这样的爱着我们这些孩子。其实观世音菩萨他是因什么现身的因化很多的，他是有现身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就比如说我们有所需求，就比如说你是孩子他就现孩子像咯，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人，他可能也现一个商人的像给你咯，如果你是官员的话，他就现一个官员的呢。如果你在那个痛苦之中啊，他也会像现另外一种陪着你经历过你的痛苦咯。这个就是好像观世音我们所讲的大慈大悲啊，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变身的，只要我们有所求，他就会应化而来到我们面前协助我们啊。你回答得很好，你回答的是随类应化，你回答的是随类应化，但是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说，那既然他可以随类应化，为什么他现的女相比较多？为什么他现女相比较多呢？这个我们一直来都是可以看到女性她们比较现出比较面对痛苦方面的东西比较有多苦难，比如说有时候她们生孩子的时候，她们也可能面对到这些难产之类的当痛苦痛苦看到这样的菩萨就现这样的情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在这个痛苦之中有个像妈妈的人给我那些慈爱，让我感受到他的大慈大悲，我就用力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吧。你讲的让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了哈。好，谢谢你，非常好，谢谢。那才在这段里面呢，其实非常不错的，我们除了了解到说为什么现女像的观音菩萨会比较多那么刚才丽文也谈得很好了从两个意义上去谈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学习到的就是说前面讲到说怎么样表现出观音菩萨的特德特殊表德，就是他特德他的特德我们都知道是大慈大悲那他这个特德怎么表现出来呢可以，第一呢就是可以，一个是从内，一个是从外，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可以感受到观音菩萨的特德。内是什么呢？内是他内在的悲心激发，你看在从过去一直修下来的时候呢，观音菩萨呢从内就不断的修他的悲心，所以内在悲心激发，这个内在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菩萨的特德。另外就是从外在呢，外在有情众生的苦痛很多，有情众生的苦痛很多，在外在看到很多这个众生的苦，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众生的苦呢，
也把大慈悲、表出来、哦、所以这段话值得他去思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哦、那立文请你读下一段。哪里啊？爱那边是对，好，爱即在思我的黑影中所表现的慈悲，是慈悲的局限化，不免带点歪曲。慈悲即爱的无我的夸大，由于你众内在具有了母亲的特性，故以慈悲为特德的观世音菩萨，即多因现你身，夸大为无私的大爱，泛爱广大的人生人类，一切众生都如慈母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到此吗？师父？嗯，到这边，谢谢你。谢谢。来，金轩，金轩，老师。嗯，先把关键词拉出来好吗？关键词是是我啊，爱爱爱，爱啊，是我爱，可以，嗯，无私，还有无我，慈悲啊，无啊，无私，无私啊 ，OK， 嗯，无私，对吗？嗯、可以，可以，来谈一谈这一段主要谈什么？主要谈爱吧和慈悲。对，爱跟慈悲的差别非常好。对，爱跟慈悲的差别。爱的慈悲呢，应该是有局限了。他这里说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自私的我的利益在里面。会，我不知道对不对。没关系，你试着讲。嗯，然后慈悲呢就是爱的无限广大，因为慈悲是刚刚师父有说过是他的特德就是内的外嘛，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很多女众都具有了母亲的特性，所以他的爱是有的，但是他可能跟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不一样的。嗯，应该广大为无私的大爱，无私的大爱就是好像不分高低，不分种族啊，就是没有众生相的那一种。嗯，然后就好像慈母爱自己的女儿这样，因为慈母通常都会把什么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儿女嘛，然后会忘记自己的那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我的分享到这里。很好，很好、哦、所以这边其实这一段呢，试着也让我们处理一下、哦、爱跟慈悲的这个共通的地方和它差别的地方、哦、共通的地方呢，我们讲说爱跟慈悲呢有接近 的地方、哦，他接近的地方就是，哎，就是泛泛的这个爱众生啊，泛爱啊，就是哎，我对众生的关心啊，里头可能有爱，也可能有慈悲啊，但他不同的地方呢，啊，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啊，如果爱的话，可能他还是有私我，啊，他还是有私我。但是变成慈悲的时候，就刚才金轩提到的一个词蛮不错的，就是这个破掉众生相的时候、哦、就是没有这些众生差别相的时候呢，他的爱可以升华变成慈悲、哦、就是这边所讲的无私的大爱、哦、所以普通的爱有私我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小爱、哦、那么如果打破、哦、各种肤色，各种不同类的众生然后呢表达出来的无私的这个爱呢，就变成是大爱了，就是所谓的慈悲了、哦、所以这边就稍微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哦、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如果一个母亲她只是注重自己的孩子的话，她是有爱的表现，但这个是可能是私我的，我的孩子我特别保护，那别人的孩子我可能没有这样的去用心。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很多
生过孩子的，当过母亲 的人、哦、只要是小孩、哦、他都会把他看成是好像自己的孩子呢，这样子来照顾、哦、那最近呢，我们这几天也有一些活动，一些课程、啊、那么我也听到也学到、哦、从同学们的身上呢，也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是他们同学的经验、啊、你们也可以听一听、啊、看是不是 这个样子、啊、从你的观察里面，我们的同学里面就有人分享，他说这个鸭子啊，鸭子呢它会生蛋，大家都知道鸭子会生蛋、啊、就生出来的是鸭蛋、啊、但是鸭子呢是 不大会去孵自己的蛋、啊、就生了过后它就没有去孵化、啊、没有去孵化这个鸭蛋。通常呢我们这个同学的分享、啊、就是说如果他想这个鸭蛋要孵出小鸭来呢、啊、他们就会把鸭蛋呢 拿去母鸡的这个鸡蛋里面，鸡蛋堆里面呢。那这个母鸡呢，其实我想母鸡应该也知道这个不是他的蛋，可是鸭蛋来的嘛、哦、鸭蛋也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呢母鸡本身呢他不会去挑剔啊，他同样呢会把它当成这个鸭蛋，把它当成是自己的鸡蛋，这样子来孵、哦、这个是同学呢跟我们分享的、哦、那孵出来的是小鸭、哦、同样的、哦、这个母鸡也会照顾这个小鸭、哦、除了照顾自己的小鸡以外呢，他也照顾这个小鸭、哦、到了这个小鸭应该下水游泳的时候呢，母鸡也会带它去、哦、就当然母鸡没有真正下水了、哦、就是会让小鸭下水去游泳。所以我也是从我们的同学、哦、曾经把鸭蛋拿去给母鸡、去孵 这件真实的事情里面呢、让我们学到说、哎、真的如果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慈母、哦、爱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呢他真的不会去计较、哦、就是自己的、是小孩，不管是自己的小孩别人小孩他都会去照顾、哦、这个就是你会看到说就是会有这种广的爱，慈悲的爱。那我想大家在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你也会看到说有些比如说有些狗会连小猫可能都会照顾、哦、这些都可能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哦、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小爱、哦、和大爱的差别。好，金轩来请你读下一段。所以观世音的应现女身不但为了女众受的苦痛多，而就是发扬人间的母爱，使广大而无私的成为菩萨的平等慈悲。所以我们信仰观世音应如孩子的敬仰父母一样，能如此的诚切敬仰，如母子的心意感通，智能得观世音菩萨的救护。谢谢。好，谢谢你。来，颜慧。好，师父。关键词、关键词，我选人间的母亲。人间的母爱。母爱。然后接着它后面有一个平等慈悲。平等慈悲。第三行的后面，诚切敬仰。诚切敬仰，敬仰。这三个。好，来谈一谈你的理解。这段前面他特别提到说，就因为上面这样谈下来，所以观世音菩萨都会。我们通常比较常看到是现女身，他是在阐述说，除了 不只是因为女众受的苦难多，所以他就用这样子来发扬我们 也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人间的母亲的角色。他是从一个本来人间的母爱，它是比较就是只有爱我自己的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开始出发，是然后进扩大到所谓的比较广大的无私，所以才有所谓的
平等慈悲，是由小然后变成大，成平等慈悲。来到这里，所以我们信仰的观世音菩萨呢，就好像我们孩子一般的去敬仰我们的母亲一样的这样子的心态来敬仰，诚切的敬仰观世音菩萨，等同的意思。所以如果就好像母子如果能够心意感通，就能够感得观世音菩萨的护念，这样子。所以希望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忙啦，我们常常说感应道交，希望得到菩萨的这个感应道交的话，我们一个学观音法门的人呢，应该要怎么样呢？就是从一个小我的由我为出发，能够扩及到还有其他更大的部分，就类似刚刚我们静坐的部分，有从感恩自己也愿意用这样子的去感恩更多的。很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啊，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我们怎么样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那么，如果像刚才颜慧的回答呢，就是比较偏向什么呢？自己在修行上，是自修的部分，自己在修行上呢，让自己的这个爱广大无私啊。用这一种方法，从自己的本位啊，去训练自己，让自己的爱广大无私，那肯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那有些人呢，可能在开始接触佛法，刚刚入佛门啊，他面对的生活的困境也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呢，当他还很无助很无力的时候，当他还很无助很无力的时候，如果要他完全靠自修把自己的爱慢慢的广大无私的表现出来呢，他可能暂时做不到，因为他可能有无力感，他可能很无助。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还希望得到这个菩萨的感应道交的话呢，这边就提到了应该如孩子敬仰母亲一样，就是完全的信任母亲，完全的，诚切敬仰，就是把自己呢交给母亲，让母亲来爱护，让母亲来，这个照顾。这样子的话呢，母子心通，心意感通的话，都一般上能得到观音菩萨的救护。所以从刚才我问的问题，怎么样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呢？你可以，透过自力，比较自修自力的，自己用功自己学习，让自己的爱变成无私，也可以，如果当自己还无力无助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靠他力，就是像我们还小的时候，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懂，我们会有害怕，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面对的时候，前面有母亲挡着，前面有母亲，作为依靠，我们的这个力量感觉到，好像有了，有母亲在前面，我们 不害怕了，所以有两个方面，没有能力的时候靠他力，能力有了靠自力，把这个广大无私呢表现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谢谢师父。好，下一段来请你来读一下，那个梵语的部分比较难读，不过，你尽你的能力了。好，观世音阿瓦卢兹帝斯发罗在今日印度教中也是有人知道的，而且还是女性，所以唐宋以来观音像素为女像是有意义与根据的。
在海浪滔天生存而起的航海生活中最危险，安全最无把握，及最需要慈悲的救护，所以观音在海滨一带，信仰最深，如印度的观音道场在南海，中国方面江浙闽广台湾以及南洋的华侨间，观世音菩萨是唯一的安慰者，中国的普陀山也在东海中。值得注意的，如台湾的天后宫，也就是闽广等沿海诸省都有妈祖庙，都与沿海的民众信仰有关，而且都是现女像的。谢谢。好，谢谢你。然后我们来请心燕，心燕这个段落也是有点长啊，你可以看看你需要几个关键词啊。好啊，谢谢师傅。来，哪一个？海浪滔天。海浪滔天。啊，最好。最无把握，最无把握，哎呀，海滨一带，海滨一带，很好，就谢谢了。好，就这些哈，来，这因为一直读下来。都说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的嘛，慈悲嘛，当垂泪引发了，出海谋生也是一个机缘，但是也最危险的，因为在海浪里面呢，你无所依靠，当你的心养狗的时候。观音菩萨在心里头的时候，好像刚刚读的那个，有个妈妈保护啊，所以呢，我就会有把握一点，所以沿海的地方的很多观音像啊，比如天后宫嘛，照这个样，就是其实就是观音的化身，所以我分享就是这些，谢谢。非常好，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这一段呢，主要就是导师啊，应顺导师的这篇文章啊，这一段呢，它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观音菩萨的信仰啊，观音菩萨的信仰啊，在哪里呢是最多的啊？那么刚才这个心燕也有把它告诉我们了啊，最多。观音菩萨的信仰呢，都在海滨一带，哦，大家现在想想呢，哎，好像也是哦，就是比如说啊，从中国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我们先从印度讲起啊，印度，就是从这个南海啊，这个南海开始啊，那中国方面呢，啊，江浙闽广到台湾一带啊，包括台湾。啊，就看到说，哎，大家对观音信仰呢很深。那南洋一带呢，南洋就像我们马来西亚呢，尤其沿海或者小岛，像我们槟城小岛上的啊，或者是马来西亚哈，早期我们最多有华人的地方呢，一定有观音寺啊。如果说马来西亚的人呢，你稍微注意一下，什么什么观音寺，什么什么观音寺呢？好像槟城有很多观音寺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哇，以前在南洋一带呢，就已经很早，百年前呢，一百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观音寺，所以观音的信仰是很深的啊。那南洋的部分呢，也包括我常提到的越南啊，它也是沿海啊，也有这一个观音信仰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原来
住在海滨一带的人呢，都是这个航海生活嘛，哦，或者是捕鱼啊，哦，就靠海的这个生活。那么因为靠海呢，有时候往海浪啊，或者是这个淹水啊，各方面，哦，这个安全很没有把握，所以大家心里面都希望有一个能够依，那么自然的这个观音信仰呢，就在沿海一带呢，就这样子特别就发展起来了啊。后来当然也有一些跟观音很类似的，比如说天后还有妈祖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啊。老师在这边提到哈，这个呢其实都是跟观音菩萨一样仙女像的，都是有这种呢救护的这种心态啊，这值得大家的注意啊，能够安慰我们，能够救护我们，让大家的对这个什么呢危险呢啊，在面对危险的时候能够感到安心的，你会看到都是以女像仙女像的方式呢来安抚众生啊，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后来会比较多女像的观音菩萨呢？原因是有根据的，哦，大家可以从这些例子上呢去了解。那观世音的这个梵文呢，哦，如果你想学起来呢，就是 Avalokiteshvara 啊， Avalokiteshvara 啊。好，来，我们再请心燕读下一段啊。从原理的宗教学说，其内疚苦的要求会无意识的想起理想里。西方的一神教本是反对切想的，而天主教有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像，玛利亚轻回生物，传说中也有种种其悲疚苦的神迹，与观音菩萨一样，所以在宗教中，绝不爱苦、无限慈悲的颂扬、无限慈悲的表现而已。好，谢谢。来，我们请秀凤。师父、同学们，大家好。我要找出的关键词是慈悲救护。慈悲救护。就是这个吧，就这样子啊。OK， 这一段呢是想要跟我们讲的是，要分，就是说不单单是除了观音，我们会有在从多方面多个角度来分析，就是说从人类的宗教学上来讲，其实呢这个宗教学我是觉得跟我们人类的那种心理特色，那个心理要求就是 psychologically 的 needs 啊，那个地方呢，心理需要，然后心理需要，对对对，所以这边它有分成，是除了东方，当然我们也有西方的啦。OK 啊，都是以这个慈悲救护，就是我们有这个要求，可能是这个是在人类他们的那种潜意识啦。他们都会觉得，应该都是觉得妈妈什么都是觉得妈妈 OK， 所以他们就会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共同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以这边他举例呢，有一个就是天主教的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的像 OK， 他也是跟不约，就是说不约而同的，他们也是会有这种慈悲救护的那种神迹，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的了。好，谢谢，非常好。所以我们众生的需求就是希望，如果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有人来救我，来帮我，这个是每个众生的心里面的需要。患者是西方人，也可能心里面有这种需要。然后呢，最能够帮忙的，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女相，因为女相能最容易表现爱，最容易表现慈悲，而且还能够柔和的忍辱，去接纳，所以全世界不管东方西方，包括印度在中间，在一些神像方面，
很自然的大家都会联想到，哎，用女像呢来塑造这个神像，啊，包括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啊，大家只要想到，哎，能够帮我的，能够救护的，能够作为依靠，能够信任的，啊，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呢，都是以女像来表现呢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借着机会也看到，哦，这个都是人类共同的要求来的，啊，我们的共同意识里面的需求来的。好，来下一段我们请，秀凤来读一下，啊，好，如从菩萨的视线说，玛利亚还没有出世以前，观音的圣德已是大乘佛教共知的事迹了，这些都可看作观音的一种应化，特别是今日台湾所有的天后妈祖，我们应以观音的精神去充实它、净化它，应以天后妈祖生而得度者，即现天后妈祖生而为说。嗯，好，谢谢。来，我们请美娇。啊，是的，师傅。嗯，啊，他关键词是圣德。圣德。然后，世纪。世纪。可以吗？可以，因为这篇很短。嗯，但是内容很丰富。就是这两个吧，师傅。好吧，可以。嗯，这一篇就说到就告诉我们说，在玛利亚还没有出世之前，就是还没有出现之前，观音的那种圣德，就是他这种大慈大悲应化，以随身应化去度众生的那一个，去保护众生这个事情，都已经在我们大乘的佛教已经是好像大家都共识的，已经都知道了。这个观音，这个就是想他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去保护啊，去度众生的话，在台湾，他有几个例子，就是今天的台湾所有的那个天后，就是妈祖，其实也是以这个观音，就是以这个天后身或者是妈祖身，度众生，嗯，是这样做的，很努力了哈，不错不错不错。那我想问你哈。先有佛教还是从历史上来讲啦，先有佛教还是先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先有佛教，我知道是历史上对，嗯，就是公元前就已经有佛教了，对对对，啊，对对对，所以呢，他才讲说，我们谈到菩萨哈，包括观音的这些圣德种种呢。是在玛利亚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基督信仰还没有出现在这世间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这一个观音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大乘里面呢已经流传着观音法门了，啊，所以呢也可以把玛利亚归纳，当成是观音的一种应化，啊，当然这个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不会承认了，啊，不过一个学佛人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呢，应以玛利亚得度者，即现玛利亚神而为说法，类似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对，啊，那么同样今天来到我们在台湾，啊，或者是在马来西亚也有天后宫，哦，也有一些妈祖庙，那如果说当然信天后妈祖的信仰的人，他不会去联想到特别去联想到佛教的观音，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学佛的人，过去他可能是拜天后的、拜妈祖的，他现在学佛了，也不用特别去排斥天后或者妈祖，应该把天后和妈祖也看成是观音的一种化身，
因为观音就可以随类应化嘛，哦，观音可以随类应化。如果今天这一个 这群人、哦、或者是这一类人很希望天后来帮他，很希望马祖来帮他，那观音是绝对可以现天后身而为说法，或者是现马祖身而为说法。所以导师在后面呢，哦，他说你看，因以天后或者是马祖身得度的人，观音菩萨一定能够现天后或者是马祖身而为说法。当一个学佛人把天后马祖或者玛利亚、他们的特德都，他们的特德都看成是观音的圣德的时候，他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把观音的精神、用观音的精神去充实马祖、去充实天后，或者是充实玛利亚、或者是净化、让这个天后马祖或玛利亚呢、圣母、就是、更有观音的精神，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嗯，好，下一段、来我请你读下一段。接下来是不过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一般人崇敬观世音菩萨往往多为功利的交易，如向菩萨许愿，如菩萨佑助我，那么我来还愿，如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等等，皆这种贿赂式的祈求，既是毫无正式信仰，是非佛教的信仰。观世音菩萨向菩萨祈求，应如孩子信仰自己的母亲，向母亲祈求一样，绝对信任、真诚、亲切。只要与儿女有利益，母亲是会给予的。我们所祈求的，或是不合理的，或是与我们无益的，菩萨难道也会救助你？好，谢谢。来，凤香。这里我崇敬我的你的关键词哈，我的关键崇敬，第二个是功利的交易，功利的交易，下来是贿赂式，贿赂式的祈求贿赂式 OK。就是这三个我的那个关键词。这个导师特地要跟我们说的，他说一般人我们对崇敬，就是对尊敬观世音菩萨的祈求，往往都是以多为功利的交易咯，就是说观音菩萨做生意，做生意，对就是说像菩萨许愿的话，如果菩萨有保佑我，我就来还愿哦，我就来修那个庙宇啦，再说金身啊，如果菩萨不保佑我，就没去实行这些这种的方式就叫贿赂式的祈求咯。老师说这种呢是非佛法的，无正式毫无正式的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对、你帮我我就会我就没有帮我的话，那对不起以后不来了，不找你了。不来，他没有真实的信仰。不是，接下来呢是说，信仰观世音菩萨，他说应该像如孩子信仰自己母亲一样的祈求哦，因为母爱的天性，只要他祈求母亲，都会那些事情，只要对儿女有寓意，母亲都会给予哦。嗯，对。导师在问哦，如果我们所祈求的不合理，或是以我们无欲、菩萨难道也会求助于你吗？对对对、所以真正就是要什么呢？信仰上是绝对信任的，就像小孩子、对自己的母亲绝对信任，然后母亲一发现说哎，这个对你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母亲再怎么样牺牲自己，她都一定会帮，对不对？所以这段也不难理解，不过呢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拜不只是拜菩萨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学佛人拜佛呢好像都在跟佛菩萨谈条件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呢就不是真正的信仰了、不是佛法的、不是佛法的对。
好，来第二个要提醒导师对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来，请你读一下。好，母亲护住儿女，但儿女的光明前程不是母亲的赐予，不是一切依赖母亲，而是自己立志向上努力创造的成果。所以信仰观世音菩萨，切不可推卸了自己在现实人生中应负的责任，过着事事依赖菩萨的生活。自己不长进，不离恶，不行善，不知皈依三宝，奉行佛法，颠颠倒倒。嗯，好，那我们请新瑞法师。关键词，立志，什么？立志向上。啊，立志向上，责任，负责任。责任是吗？责任，就是这样子。两个。好，来，这一段导师他有强调的就是要自立的部分，因为就算观世音菩萨他这里是举例，就是说虽然母亲他是会护住儿女，但是那个儿女的前程都是还是要靠着自己立志向上的去创造成果。不能只是依赖着自己信仰这观世音菩萨，然后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观世音菩萨了，然后很好，就不长。他说如果他自己不懂得长进，不懂得去修善去离恶，也不懂得皈依三宝的话，那他还是一样是颠颠倒倒的。就这样子，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看到现在社会上，有时候就是父母太过帮孩子们想好他的未来的时候呢，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孩子可能也变成了完全就是一种依赖，然后结果呢到孩子真的长大了，父母也老了，这个父母还在为儿女担心，那这样的情况当然父母也要负一点责任的，所以这边就提醒我们，他说一个父母或者母亲能够保护还有帮助他的儿女，但是最后这个儿女在生活上是不是走得安稳，能不能有光明的前程，这个是母亲不能 guarantee 的，母亲不能给的，因为母亲只是在从旁保护他长大，帮助他长大，不能够全部依赖母亲的，你自己的光明前程一定要自己立志向上去创造那个成果，母亲的责任只是在旁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的，成不成功还要最后靠你自己。所以信仰观音菩萨也是一样，大家不要说啊，我信仰观音菩萨然后全部呢就推给观音菩萨，自己呢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然后呢菩萨还自己不负责任嘛，然后呢就没有发现成果的时候还会怪菩萨没有保护他，菩萨感应，是推卸责任的，这不行，所以信仰观音菩萨不是推卸责任，你自己本身最后还是要自己承担起来，我们要长进，我们要离恶，我们要行善，我们要皈依三宝，我们要奉行佛陀教我们的教法，这样子的话还有菩萨的护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修行才会成就，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信仰观音菩萨了然后全部我自己不用做了，由观音菩萨来实现我的所有需要的事情，所以这两点提要，导师给我们的这两点提要真的是很重要，值得大家重新再去审视自己在信仰三宝方面或者信仰菩萨方面是不是有前面所提到的，我就贿赂吧，我就再当成是功利的交易，然后呢会不会
就是或者是完全只是依赖，然后呢自己也不长进，会不会是这样子、哦、自己在信仰三宝方面、哦、好，来新瑞法师请你读下一段、哦、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但你自己罪业所障，菩萨也救不了你，所以应仰慕观音菩萨慈悲救世的精神，奉行佛法，诚切的实行，当然会得到菩萨的救护。在人生的旅程上，若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如不是定业，不是罪有应得，凭着信仰的真诚，自能获得观世音不可思议的感应。好，来，我们请心净法师关键词。是啊，可以。是罪业所障。罪业所障。嗯，不，精神，菩萨这个慈悲救世精神。慈悲救世精神。还有定业。定业。嗯，这里我所看到的就是说，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但是你自己的罪业哦所障你，那菩萨就是说你的恶行啊、恶业啊都不能去改的话啦，就菩萨也救不到你咯。嗯、所以应仰慕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习观音菩萨的那个慈悲就是的精神，就是要奉行佛法，要去学习菩萨怎样去实现在救护众生、啊、那你在你的人生旅途上、啊、若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啊、如果不是定业、哦、这里讲不是罪有应得的，凭着你的信仰真诚、你的虔诚，然后加上你的上面有讲到立志向上嘛，光明虔诚嘛，都是要靠自己，那你就会获得观音菩萨的不可思议感应。嗯，所以这边可以说你不要去怀疑观音菩萨的感应啊。如果今天是你自己的罪业的话，这个当然菩萨也救不了你，或者是刚才讲的定业、哦、罪有应得、啊、这个当然自己要去承担的、哦、所以不要去怀疑菩萨的感应事迹、哦、不要一边、哦、又要相信、一边呢又要怀疑、哦、会来帮我吗？会来帮我吗、哦、其实应该怎么样呢？好好的奉行佛法、哦，诚切的实行、哦、把佛陀教我们的教法好好的去做去奉行、哦、这个呢你不用一边做一边怀疑一边等待、哦、真正去做的话菩萨自然会救护我们、哦、好，这个是、不难理解、哦、就是主要是不要去怀疑这个感应的、哦除了等待 感应、最好是不要等待感应了、哦、更重要的就是要去好好的奉行佛陀的教法、啊、好，最后一段，来，我们请心净法师读一下、啊、每一大菩萨表征了一种不同的德性，慈悲即观音菩萨的德性。我们如果不杀生，而且对一切众生能以普遍的爱护，那么我们的心行就与观音的慈悲相应，相应则相应则相感，这即是同类相感的道理。所以我们内心的信仰要能表现在外表的行动上，现实的行为要能与观音菩萨的慈悲行相应，
这才是我们今天对观音菩萨应有的真正纪念。好，谢谢。来，美君，这一段关键词是什么？哎，是师傅。关键词是我选择相应。相应，相应，然后信仰。信仰啊。信仰，信仰，内心的信仰。啊，内心的信仰啊。慈悲心相应，慈悲心相应，这五个字。慈悲心相应。这边有指，这里有说出菩萨的德性，就是菩萨的慈悲。这个慈悲是每一个菩萨都有一个代表不同的德性，但是比如说文殊就是智慧嘛，文殊啊，对，文殊菩萨代表智慧，观音菩萨就跟慈悲有关系的，对，然后文中指的观音菩萨的，就是慈悲代表观世音菩萨的德性，然后他有奉劝说，如果我们众生人类不要杀生，而且对一切众生好像像观音菩萨的那个大爱那个慈悲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能与菩萨有所感应，因为我们有发那个慈悲，我们有发那个慈悲，我们有发那个慈悲心，然后我们有呈现着善良的动作，所以这边是相应则相感的意思，非常好，是这样子，相应非常感，然后所以我们内心所信仰的就是我们所要做的都是要行动上而是行，就是说我们要行好的，因为我们信仰观世音，无论我们是信仰观世音菩萨也好还是阿弥陀佛呀，我们要有这种行动上的表现，我们要去行善，去发这种慈心，那么才能以我们心目中的佛菩萨有这个对立的这个慈悲的相应感。对。那么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对观音菩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应有的纪念，就是我们有已经做到像菩萨那样的，已经就是说真正的在纪念菩萨了跟好像真正已经纪念菩萨了，因为我们有跟着菩萨的步伐去做，对通行我们已经有向他学习，就是以我们的爱我们的心来行动表现出来，行动出来，所以就要有这就等于已经纪念菩萨了，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要就是好像菩萨把爱留在给人间，那么我们人众生也要把爱留给大众，这样子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很好，很好，你这句话讲得很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很一直在想说，哎呀，几时可以跟菩萨感应啊？感应有没有这个感应啊？我们一直在担心这个嘛，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导师就告诉我们你的行为，你的心要是跟菩萨相应的话，就会相感，感应是这样子来的。你的心像菩萨这样慈悲，你的行动也像菩萨这样慈悲，有这样的相应，自然会相感，感应就来了。然后你说要真正纪念菩萨不是说我念多少经啊，念多少咒啊，不是，你要真正纪念菩萨，那你就把菩萨在行动上把菩萨的慈悲去表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用慈悲行去相应这个菩萨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纪念菩萨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呢，
今天我们就是把这篇文章给读完了，下个星期呢我们会读另一篇跟观继续还有一篇呢就是跟观音菩萨的大悲法门有关系的，我们会再读关于大悲法门的部分啊。那我们来听一听今天大家的收获是什么。我们从丽文开始啊，今天内容很多，但是丽文你觉得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丽文开始。我是感觉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实现出那个慈悲的和爱的那个感觉和感受，也从这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原来我们佛教和圣母玛利亚和其他的那些基督教的那些他们的神都有关系。其实这个一直以来我有这个感觉，我看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我的直接就把它当成观世音，一直来我有这个现象了，只是我还不知道原来是有这个缘由的，所以今天也蛮法喜的，听到哦，原来我是有这样，不是我假假的放出来的，还是我的错觉，真的是有的。所以我的一个事情了，我的嫂嫂了，她是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他我很亲切，我一直告诉他，你这个佛身真的很庄严，真的很庄严。前几天我又在赞他，每次我看到这个像都觉得很有感应的，那个慈悲感，他就是好像抱着那个他们那个基督，那个叫做什么 The Christ 睡在他的大腿上，他很慈悲的安抚他的那个感觉，真的很温暖很柔和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学佛人看上去就好像送子观音这样子。对对，但是他这个跟慈悲他就是让这个孩子受伤了之后，母亲爱护小我的感觉啦，受伤人可以睡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安抚他，让他可以慢慢的修养好了再出发吧，这是我那种感觉。所以今天我觉得这种感应很蛮深刻，现在我分享出来我觉得很法喜了，我把这两个宗教都融合起来是这是我的感觉。好，很好。来，我们请金萱。金萱，你的今天的收获是什么？我今天的收获就是更了解观世音菩萨的精神，然后也更了解大丈夫像原来是从心理上来谈的。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就对了。是、哦、那个慈悲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的，非常的大爱无私的。对对对，我要分享到这里。好，谢谢。来，我们请编会。师父今天的心得，除了前面有一个师父有提到所谓解释大丈夫相，原来能承担的相就是大丈夫相，并不是说心里那从心里的方面的相才叫做。那另外对于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今天有比较多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还是弱弱的时候呢，我们信仰观世音菩萨，就好像小孩子那么渴望需要妈妈的那种安全感的那种心情，来信仰观世音菩萨。那当然，刚刚文章里面有提到说，信仰观世音菩萨不能推卸我们现实人生中的一些应该负的责任。那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如果能够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试着说，再多为另外一个自己的人去做服务。那虽然我们学习观世音菩
萨的精神，说刚开始是给人家一种温暖或者安全感，可是最好也能够想到要用比较正确的，我们当然我是火学火的人，我会比较就是说用火的一些如法的道理去跟他交流，然后就好像类似我把孩子带大，然后让他知道要独立，懂得独立跟承担，那将来能够就不管是对他的家庭或者是广扩大到整个社会，都希望都是能有所帮助的。今天的心得。好，非常好，谢谢。来，心燕，心燕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我也是那个打讲互相，我刚刚才明白，也不是那个身别是男还是女，原来是那个心能够承担，我都是刚刚学的，所以在那个观音菩萨的身上，到底是男还是女？所以不要理他，最要紧都是你可不可以承担，这样。谢谢。是，很好，非常好啊、哦。来，秀凤。啊，师父，今天我的心得呢是，在佛法上有更深的对这个观音菩萨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除了那个大丈夫像之外呢，我们也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学习佛法呢，最要紧还是要看自己。无论虽然这个观世音菩萨还有其他的那个菩萨们呢，他们有一个指导，有给我们一个依靠，可是呢，我们如何把他们就是那个精髓，把它表达出来，那个才是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行动力也很重要。对，行动，对啊，那我们就是，可是呢，这边呢，我又觉得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时会人会比较 down 的时候呢，那个菩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可以回归。就是回归啦，让我们暂时依靠的，并依靠，对对 对, 对，然后可以让我们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更加的坚定，就是这样吧。谢谢。好，来美娇。OK， 是的，师傅。今天我们就是继续这个关于讲到观音菩萨的一些他的精神上的一些精髓。那么今天我也跟大家其他的师兄们所讲的就更了解，哦，原来大丈夫是在心理上去谈这个担当的这一面，而不是以相外相的而表示这个大丈夫。然后菩萨里面的他有两项的一个他的特殊表德，就是一个是在内在，一个是在外在。内在的就是悲心的激发，外在的就是因不同的因不同的众生的苦而化身应化来辅助来帮忙。那么爱是今天也是知道说，爱是有限的慈悲，慈悲是无我广大的爱。非常好，整理的非常好。然后在我们以前在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跟着菩萨也好，跟着对着祖先也好，我们都会祈求平安多福多寿或者说这样子的。可是在学佛之后，我们不是在祈求，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感恩我们菩萨的恩赐跟引导，守护菩萨的守护啊，在旁保护，是的，我就是今天分享到这。好，谢谢。来，凤香。师父，今天学习到更加认识，更加深入去认识观世音菩萨，他的特殊表德。
而且也从中更认识，身为一个如果是观音菩萨的信仰者，还是对观音菩萨的那个，就是要学习他真实的信仰，而不是那是贿赂式的祈求。很好。就是这样，谢谢师父。好的，新瑞法师，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今天的学习是大藏之相不局限在外相，是跳脱男女相的。然后啊，那是指内心的特质是要有担当、容忍、精进。然后跟菩萨相应呢，是需要从心和行去下功夫，而不只是祈求而已，就是这样子。嗯，非常好。心经法师，今天学习到的就是，起初师父有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感恩哦，以观想感恩自己，感恩自己还有呼吸健康，还活着，还能听闻佛法啊。那另外还有一则故事，就是母鸡孵蛋的，就是听了这个菩萨的精神之后，就感觉这个母鸡有向这个观音菩萨展现这无缘大慈的大爱呀，它是无我的慈悲啊。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信仰了这个观音菩萨嘛，就是要在行动上啊、哦、去实现哦，就是行这个慈悲的行啊、以观音菩萨的那个相应，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爱呀 这个是菩萨的那个爱呀，才留在这个人间。没错，就这样子哈。来，我们请美君。是师傅。今天可以学习到是认识观音菩萨的原原本本认识到观音菩萨的这个法门，因为我从解开了疑问，因为不管这个大丈夫像，不管是他不是我们现在所一直看到女像，原来他是无论是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是随众生的因随众生需求，众生的需求啊，是众生需求去应化的，这是我写到的一个大丈夫像。另外就是要有那个责任，我们每个人不要像文中所讲的苦鲁斯的祈求，因为以前拜神的话一直想啊，求我平安啊，求我健康啊，求我学业进步，因为这种想法是错的。所以这边我们其实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要对自己有责任的，那么我们要有发起那个慈悲心，不要好像有苦鲁斯这样子祈求然后交换，然后我们有自私那种想法，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慈悲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要立即向上啊，不能说只是刚才文中讲的依赖佛法，就说我信佛了，我有拜呀、我有念了啊，没关系的啦，会有保护的啦。其实如果我们人没有去试行好的东西的话，都是没有受保护，因为我们一直在折福嘛，折福，我们也没有去修我们的福，对，所以在损福折福，没错。所以我们是不会有这种的那个就说有求必应这种东西的啦。所以我们自己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奉行这个三宝，然后去学习像观音菩萨的慈悲大爱这样子。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是感应和观想。其实师父，我可以问一个疑问吗？最后一个疑问。可以。当我们每次做观想的时候，是不是在想象啊？比如说
我们要观想三皈依文啊，还是我们要拜佛的时候我们要观想，就是我们要想象那个佛像出来吗？观想就是想象的意思吗？哎，观想，对，观想呢，如果说我们观想这个佛啊，那你就想你最心里面最有信心，然后你看了你整个人比较舒服的佛啊，或者是我们讲说观想菩萨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菩萨的像有画像有塑像啊，有不同不同的，那可能一定你的心里面有自己呢看了你觉得记在心里面比较舒服的那一个像，你就可以观想啊。所以观想呢有时候可以用像来做观想啊，比如说有时候观音菩萨啊，那你就一闭上眼睛你就可以想到那个观音像啊，这个也是一种观想。那如果说有些人想不出那个像也没有关系啊，那他可以观想什么呢？他可以观想呼吸啊，去注意他的呼吸啊，比如说在吸气，上个礼拜我们有学嘛，吸气的时候观音，然后呢吐气的时候菩萨啊，他可以注意他的呼吸。所以能够想出那个像的人可以观想像，如果想不出那个像，观察不到那个像，那就观察呼吸也可以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啊，好，可以理解，谢谢。因为师父之前有说那个观想的时候，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讲观想那个慈悲观的时候，我是有想起我爸爸拜的观音像。因为我爸爸家里是封城观音，而我这边住的是封城那个佛祖那个阿弥陀佛的像，那我就怕想象跟观想混乱了，所以我观想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观音像想出来，所以我就观想了我父亲家里的那尊观音像，所以我怕我混乱了想象跟观想。所以这边请教师父，其实是没有错的啊。你这样子，当你心嘴里或者心里在念观音的时候，你想到观音像，而不是想到阿弥陀佛像，其实是很有正念，非常好的啊。但是那个观音像是哪里的观音像都没有关系，你想起了你爸爸家里啊，爸爸家里供奉的观音都可以。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去外地，去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观音寺，然后呢，他看到那个观音像过后呢，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每一次只要念到观音菩萨，就想到那个地方的观音像也是可以的啊。意思就是说，那个观音像已经在你的心中了。就是说给我们所见的第一刻的那个印象很深刻，我们记住了，那么我们也要观想就是自动呈现那个像出来。对对好，谢谢今天分享这边。好，来丽文，你有什么要讲吗？是师父，我想请问你哦，我刚才讲到那个槟城的那个观音寺的那个，为什么那边会写唯一的安慰者？我有点不理解咯。唯一的安慰者没有你是说文章里面写到唯一的安慰者是吗？对对对。这个只是一个不是只是槟城啊，就是说对南洋住在沿海一带的人以前因为他们要有时候要去捕鱼靠海生活嘛。观音菩萨好像是他们一个唯一的安慰者，以当时如果没有其他信仰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找谁作为依靠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想到观音菩萨，或者是有妈祖的他会想到妈祖或者天后这样子。所以这个唯一安慰者只是一个形容词好像一个依靠，这个精神上的依靠啦。对对，精神上的依靠好，谢谢师父。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你们的阅读，你们的分享都是非常的棒就是给大家能够学习的更深。那么结束之前一样，我们会做一个回向那么回向过后呢，我们的
这边还有人举手哈、哦。新锐法师，不知道是要谈话还是什么呢？还是不小心按到的，还是怎么样？不小心按到。啊，不小心按到，好，没关系。Sorry. 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那么回向过后呢，我们一样啊、哦，就是云达他会播放十分钟的持经。那么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那么你就做完持经啊、哦，做完祝福过后呢才下线啊、哦，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那我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